周周对自己，随便随便，你要说什么？加油加油！怎么在店子外面就开始鞠躬了？两个人相敬如宾。帅帅，这个有什么动作？有什么要说明吗？这个展示怎么飞出去啊？你想怎么把我飞出去？哦，你尽量用最美的方式把你飞出去，好不好？你看着办吧。可是我听得好慌。飞出去是可以商量的吗？就是他们好像一切都是有商有量的。这边怎么了？这边很厉害的。飞出去，这段对话很尴尬的样子。快点，相信相信！没有相信啊！你们迂回了，加油加油！不要！不要了，老公！你的公敌呢？甩出去！把我再甩出去！不让他进来呀！准备说开始进攻，把他绊倒，绊倒，绊倒，绊倒！